IG 让一追二 Rookie 化身佳慧， EDG 犹如玩恐怖游戏。解说感慨：前言，今天迎来 IG 和 EDG 的焦点局，目前两队都需要一场真正的大战证明自己。首局中，双方鏖战52分钟，终于分出胜负。这场饭友局让 LPL 解说忍俊不禁，纷纷调侃终于结束了，更是经典的折磨粉丝。路人调侃，不是两队粉丝的话，这场比赛还挺好看的。IG 前期很顺利，但是16分钟连续犯罪，和第二局 EDG 的迷茫一样，强行接峡谷先锋团送出巨大优势，先是辅助被集火，然后令王抢峡谷先锋失败也被杀。更致命的是 Rookie 的阵亡，终结前送给了 S， 也有点不理智。天使在发育不在正面，相当于4打5，天使硬是靠补兵不出赏金。总结，恭喜 IG 让一追二，终于打出了翻盘局。第三局 Rookie 一个人 C 队伍，妖姬太恐怖了，成了个人秀，一个人乱秀，上演多个单杀镜头，解说大呼给个鬼一样。 EDG 像是打恐怖游戏一样，草丛突然出现一个人把自己秒了， Rookie 化身佳慧，而 EDG 是典型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，这样的比赛发生过很多次了，真的可惜，中后期太容易犯错了，一打逆风就迷路。